在主日的早晨，带领我们能够有着渴慕的心，来到神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求你的宝血大大遮盖着我们，让你的宝座就设立在这里，使我们每一个人主入渴慕溪水，渴慕来亲近你。亲爱的圣灵，我们欢迎你，求你的大能运行充满在这里，在今天帮助我们每一个人，在敬拜中，在诗歌里，在信息中，都要被神的爱所包围，被神的爱触摸，被神的话语来滋润我们干渴的内心。亲爱的主，你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唯一的依靠。你深知我们每一个人现在的境况，你知道我们所有担忧的事，你了解我们的缺乏，还有那许多的软弱。求你赐下亮光与恩惠，挪开我们心中的大石，让我们单单在此刻来亲近你，仰望你，愿意把所有生命中的困难都带到我们的施恩座前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愿意成为神的器皿，在各样的事工与恩赐上，荣耀你的圣名，持守起初爱主的心，保守我们的灵魂体都向你火热，帮助我们保有活泼的信心，明白你的旨意。同心呼求宣告，我们的城市属于主耶稣，不论在学校、工作或家庭，都有好的行为与爱心，成为那光明之子。亲爱的主，求你恩高接会传道，让他所传讲的信息每一句都带着神的能力，愿神的灵大大充满在主日会堂，祝福临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。孩子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恳求，